大家好，我是韦本韦宇伟。今天视频呢是为了记录一下我们的母校为我们办的 Form 6正式的一个毕业典礼。但正规来说，今天应该是 STPM 总成绩放榜日吧。说实话，今天的心情呢，我还是稍微比较放松了，因为前两轮的成绩都已经放榜了嘛，所以呢，两轮的成绩加起来，我大概知道我的得到的 CGPA 是在哪一个范围了。我也没抱着太多的顾虑或是想法去面对今天的成绩啊。毕竟呢，校方也说了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穿上毕业袍上台，我们就抱着愉快的心情和放松的心情去享受学校为我们准备的最后一个珍贵回忆吧。好，先暂时到这里，待会我们再见。WeiBen's.
朋友带着他的喜酒上去了，朋友喜酒不用带上去，朋友。
他真的差一点点的。 典礼终于结束了，说实话，今天的心情呢，我觉得还是蛮开心的，因为可以见到了很多自己的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嘛。嗯，但是至于成绩呢，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办法欺骗自己说我对我自己的成绩很开心啊，毕竟呢，这个成绩跟我原本预期的一个标准。 他确实还是没达到，所以多少有点失望了。不过我还是很满足了，毕竟这是当时自己付出了时间、健康还有心血，当然也不只是我一个人了，就像其他人一样，每一个在中六读书考试的考试的考生，我觉得他们也是一样经历一个稍微有点艰辛的过程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啊，像我觉得我还是要。 很感恩去面对我自己的成绩，毕竟这个成绩是不是靠我一个人努力，而是身边很多关心我的朋友还有老师的帮助下，才有今天这个结果。所以如果没他们的话，我觉得也许会更差吧。OK，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分享、订阅，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哦。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peace out，bye，see you。